第十九题，呈上题，两人在互拉的过程中，两台滑车运动情形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看过影片，我们知道在过程中，林威会拉着燕辉，燕辉会拉着林辉，所以这两台车子会互相的靠近，所以呢，林威的车子会向右，然后呢，燕辉的车子会向左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答案呢应该选择的是 C， 林威滑车向右，燕辉滑车向左，所以第十九题我们答案选 C。